小五一来到我们家已经快一个月了，马上就要到一个月了。在这期间呢，从5斤长到了11斤，今天称了一下，已经有11斤了。一直没有能出去玩，每天呢精力不能释放，在家追狗追猫。祖安猫和祖安狗的决战，打架不操家伙怎么打呢？你们两个啊？是不是啊？拆家，这些猫原来的餐帘全部给它拆光了，这个垫子也是被它拆得面目全非，所有的东西能拆的都拆掉了。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？是因为它没有打疫苗，为了保护它，所以就没有带它出去。今天呢，要给它打第一次疫苗，两次疫苗打完了以后呢，就能出去玩啦。五一要乖乖的哦。你干嘛这么高兴？马上就要挨打针了，我不知道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一切都被安排好了，放心吧啊。这些呢就是刘叔叔寄来的猫和狗今年的疫苗，先给狗子打吧，狗子打完了以后再给猫打，因为没有打过狗，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醋，不知道这个狗是否听话，是否乖。不是吃的，打针。这里就是犬四联疫苗。五一今年呢要打3次犬四联，因为它是第一次接种，然后再打1次狂犬疫苗，那么五一今年的疫苗呢就可以毕业了。不建议大家自己在网上购买疫苗，还有自己在家打疫苗，因为如果你没有熟练的掌握这门技术的话，也许会导致到这个疫苗的接种的失败，最终狗狗如果体内的抗体不够的话，最终就不能达到免疫的效果。哎呀，好管闲事啊这个狗。好了，现在去给他带圈圈，趁他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把圈圈给他套上。真棒，太棒了！好了，立马就变成了一只时尚的小狗，是吧？真棒。然后呢，已经问过医生了，疫苗就打在脖子后面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就打在这里。看他乖不乖啊？我都还没有拿针，他就已经有所反应了。你是预感到了什么吗？你趴在这里啊，很乖的啊。老实一点啊。看来普通的方法搞不定他呀。不行，感觉不付出点什么东西的话，今天这个疫苗完成不了。你想吃什么？你提条件，好不好？被撞头了。均匀一点，让它没有这么容易吃完。要不要多筋一点？我怕它一口就舔没了。我觉得一根猫条可能不够它吃。
我尽量打快一点，就是先不要放下去，先把万事准备好再把这个东西放下去，好吧？先不能放到地上去，等一下啊。会有你吃的，六一儿童节礼物了，妈妈不是说了吗？嗯，来了，来了，那 stay， 对啦，真棒啊，真棒，妈妈说 OK 你才能吃啊， stay， 那 down， 对了，还没有说 OK 呀、啊、OK， 坐着吃。忘了抽药，止损，及时止损。我帮你，忘了把药抽出来。哎，重来。我两个忙活了一下，不小心给它偷吃掉了，又要重来。好，来，OK， 对啦 ，OK， OK， 成功，真棒，这一招对猫还是狗都是很有用的。那去了啊。关键是他听话，我叫 OK 他才吃，要不然就一口就吃没了。真乖，铲屎官的套路就是永远都不会错的。啊，你拿药瓶，我还要拿药瓶，还要打。来，不打了，打完了啊。药瓶它可以玩吗？它可以啊，它还想换那个吃，还想要吃猫条啊！六一儿童节都满足了，是不是啊？到圣诞节的时候你很乖了，再奖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今天不打了，你拿这个给妈妈也不打了。为了还想打针，把这个拿回来。哦，不是，为了还想吃猫条，对吧？你也太尖了。那你坐好 ，stay， 握手，你跟妈妈握个手，握手。真乖，棒棒的。好，那就玩这个了啊，没有吃的了。今天我们依依太乖了，要表扬了啊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了，玩去了。过两天他可能会不舒服的，因为打疫苗跟小孩一样会不舒服。猫是当场反应出来的吧？对，不过也有些没反应，狗狗我不知道，第一次。哎，坐好。真乖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跟大家说拜拜啦，拜拜。又开始了，出去，马上出去。出去，走，出去。